随着经济发展与工业进步，搭建运输车辆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特种多轴组合式液压低平板车和特种自走式运输车及特种空气悬挂半挂车在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是各类履带装甲车辆、导弹发射机构、重型武器等超大超长非常规军事装备、航天航空专用器材等超精密设备，以及路桥施工、船舶制造、冶金、新能源、高铁建设等运输领域不可缺少的装备。扬州市福尔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经过多年技术研发创新，目前具备较为完善的特种多轴组合式液压低平板车设计研发和生产能力。公司生产的特种多轴组合式液压低平板车具有诸多优势，组合灵活，车身自重小，单桥载荷大，全轮和牵引车同步转向，载货平台低，可升降和伸缩，控制部件通过遥控器或控制开关进行操作，简单方便。根据货物形状以及货物重量的特性，可以对载货平台和行走模块进行自由组合，可实现100至2000吨物体长途运输和场内运输移位，是未来运输主流产品。我司长期供应日本市场相关特种车辆，主要用于大件和特殊设备运输，同时也参与了日本航天航空领域的火箭运载。技术层面已经经历了国外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对于产品细节和质量的苛刻把关，制造理念和设计能力都有了相当的国际标准，产品工艺已经非常高端，对客户要求的功能精益求精，有着一批资深的技术和制造队伍，特种定制化车辆的生产制造体系也已经完备，拥有自己的设计部门、零部件生产部门、结构件生产部门、组装部门、配件专业采购部门以及海外销售部门，形成了自身产业体系，对于特殊货物的装载技术和方案有着成熟的经验。公司目前有多项自主发明专利，填补了国内空白，传承卓越，共创未来。扬州市福尔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将坚持以自主创新为己任，主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挑战自我，以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设计理念为依托，为追求制造巅峰、振兴民族工业而持续奋斗。